婚礼时间，乡村之舞和城市之舞。我们先来看乡村之舞 Danse à la campagne， 它的创作者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 Pierre Auguste Renoir。 我们看到画中地上有丢弃的帽子，桌上杯盘狼藉，他们跳舞的地方是在树荫的下面，充满了生活的情趣。左下角呢，还有一个小女孩在偷偷看他们跳舞。这幅画呢，创作于1883年。事实上呢，乡村之舞和城市之舞呢，两幅画是成对设计的，现在呢都保存在奥赛博物馆里。乡村之舞当中呢，女主角温暖的笑容更加给人留以深刻的印象。下一集呢，我们会专门再来欣赏同样由雷诺阿创作的城市之舞。欢迎您时间，法国巴黎。